大家好，我是双双。今天是大年初一头一天啊，在我们养牛人的字典里是没有放假这一说的。无论是刮风、下雨、下雪，还是过年过节，我们都必须要把牛喂好，牛吃饱吃好，我们才能休息。我妈妈现在还没有看着牛的，妈，你来牛圈看看牛吧。妈，我去看看去。大年初一我得看看牛圈。真大呀，比视频里看的还大呀，啊，比视频里看的还大呀，真好，那是铁牛哈，啊，那也是铁牛，嗯，还是有一点，我妈一进来就看哪个牛大，江南在清理牛粪的，然后带你们去看看我爸爸在干啥。我妈妈说她要添一袋草，尝试一下，看这一袋有多沉。你也能拎动？那你都添呗。现在不添，等会儿我爸整完了添。啊，四年二十添。你看，有爸有妈在就是好哈。我爸爸推料，我妈妈准备要给我们喂牛。妈，放倒，要不他们拽。牛粪子还干牛啊？那牛蹄子上槽子吗？粪都弄得了吗？老妈，这活好干吗？还行，肯定累胳膊。这打起来了。我妈上牛圈管闲事来了。我爸我妈在给我们开始喂牛呢，看看。我妈说了，这一袋子太实诚，拎不动啊，不好倒。第一回开始干这个活不太顺手，但我爸爸已经开始渐渐的适应了。感觉咋样？这一圈下来挺累的。挺累的。收账呢，吃太快了。地的不用捡，他们还往地上掉呢嘛，不用捡，到时候最后一起收。累吗？那吃那两牛吃溜光，吃溜光是你添的不匀。你爸添的，他吃的快。嗯，这边牛是吃的快，那边牛比较大。啊，你俩都吃地下了。一会儿抓一会儿出来点。你扫完了一会儿了，还有点啥？还有啥？
咱家大牛好不好？再有四个多月就卖牛了。嗯，太快了。这一会儿你说这到家八个月，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！你们干什么准备？我们学的挺快。你觉得今天来适应一下，感觉好好干吗？好干。还行，反正也能适应点。你干什么？这不，我懵了都，到就没到就没，还等他大爷，咋让他大爷？咱等着人家给他搞一搞。是。一干我就多了，你再这个这个这个来。老爸老妈在交流经验呢。捡了一天剩菜。今天捡不完，还得剩。进了屋能吃现成的。今天是大年初一，然后我们一家人，我叔我婶我爷爷奶奶又在一块吃饭，然后在这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大家兔年行大运，然后能够多多赚钱，多多发财，朋友们，也祝大家所有人的这个新年愿望都能够实现，我的新年愿望也能实现，对吧？我的愿望就是我们这批牛能够多赚点钱，然后呢再一次补栏，下批牛我多买一点牛，然后到一定的量，让我爸妈也回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儿，然后这些牛能够养活我们这一家八口人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更新到这儿了，拜拜，朋友们。